好，什么类型的题呢？脑筋急转弯。好，这个智力挺高的，确实。这个要是我都答不出来的话，我智力就有缺陷了。皇家里吗？天空。好。什么？那我们别太快不就行了？对呀、啊。我们就这样。咱又不是个人，咱又不是个人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第十代少年团，肯定很厉害。来吧。其实这房间里面有你用手房间。你好聪明啊！熊大，沈腾，张真源，李耀文，张若昀，来，杨洋。我不知道从我这开始 啊！再来一遍，我们留一个。我不知道从我这开始啊！我以为你的意思是说，哎，你很帅，这小伙儿，我想多看你两眼。你很帅，这小伙儿，我想多看你两眼。Hello， 好 ，Hello， 好，不错、啊，这个不是送分吗？对呀、啊，练自己，哎呀，我错了，哎，我的错。我那是因为他说的不是我们，我在想到底要。你说一个三二一开始嘛，不然不知道啥时候开始。对对。OK。我这儿先从我这儿吧，红鹤吧。Ready。红色。橘色。橘色。橘色。白色。黑色。白色。黄色。白色。灰色啊，张哥，他白了，两个白了。我这里有问题。没事没事。乒乓球，乒乓球，马术，绳球，篮球，冰球。你们要换吗？不是。你搜有。有，我相信下。我也觉得有。亚轩，我小时候看动画，我小时候看动画片，不是蹴鞠吗？绳球。亚轩，就是一拍，然后那个绳子，走走走走走。哦，我记得有。这个叫绳球，要怎么玩的？一个人对着杆子顺时针击球，对手站在杆子的另一边击球，谁能先让绳子完全缠到杆子上，就算他赢了。我好像会了。一定有，还真有，是吧？还真有，冷门题，冷门题。那这波你们怀疑我们的人，那是不是得加半道菜啊？得加半道。我们不接受道歉，我们要赔偿。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，我要赔偿。重庆，美国，美国，巴黎，美国是城市啊。等一下，搜一搜有没有美国是这个地方？我觉得有，我觉得有，我觉得有，谐音也可以。对对，美国是哪个市啊？美国市，肯定有美国市，肯定有美国市。我们刚刚定了，这是美国市，这是美国市。我是市长。这儿美国市，说说看，就这儿美国市。美国市市民，美国市比较悠然自得。真掰不回来，梅花的梅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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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没有太好，还有好多饭。乒乓球员，十大英俊乒乓球第一人。医生，篮球员，教师，工人，马术教练。菠菜，菜，甜椒，西兰花，哈哈哈，切。哈哈哈！我丁哥不吃菜，丁哥不吃菜，不吃菜。体育委员可以理解啊。我想的是白菜，结果前面我第二个就说了。还有什么？我刚刚想的是臭鬼。来吧，继续。狮子、蟾蜍、老鼠、蜘蛛蟹、鳄鱼、乌龟、大熊猫，算是日本蜘蛛蟹。再来一道吧，再来一道，再来一道吧，再来一道吧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
大家等一下，我们还在聊天呢，你三二一呢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等一下，那个，我先跟马哥说一拳超人啊，三二一，走！吴小五，一拳超人。Rick and Morty，暴风雪人，暴风雪人他儿子鸣人，熊大，这朋友走路，的哥哥，哟。哎，不喜欢吃羊肉。好啊 ，OK。啊，我不要了。也不想要了。啊，不用了，不需要了。哎，不喜欢吃羊肉。我不要了。再给一个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不有脚就行。我现在得踢二十个。没事没事，不是一百个肯定踢不到的。我先试一下。不能断还是怎么？这啥呀？这是啊？这啊？就我们能踢二十一个。靠，他这个时候还需要三十个翔哥。等一下，我试一下，你再试一下。他觉得九个太够了。没事，目标很渺茫。不用试，我们只我们是天才天才脚，天才脚。一个，他嘲讽你。你不知道马哥踢毽子实力是最强的，在座的各位，我敢说没有一个比马哥。你不知道马哥踢毽子实力是最强的。你用是啥实力？你不需要，我需要。惊呆了老铁，这是什么表演？从来没见过，算是让我开了眼。记得喊，你看，我不会踢，我都不是。七十七个，没有。不，你给我们定个三十个，我们还有点希望。不可能，他踢不到。你再说，再踢不到。先把四十个，我真的不好踢四十个，我真的踢不到四十。怎么可能、啊、你看我们一个人踢三个都难，从小到大还没见人踢过四十个。我们是大妈吗？我们是大妈吗？我们一个人六个才四十二个，谁踢得了六个啊？你看俩、啊、来来没关系，不稀罕，知道吗？那就四十个，要不就四十个，要不就不要了。好，四十二个，一人六个嘛，一人。好，六个，这不是比登天还难？魔镜魔镜，拜托你咱们这个说着，偏偏也是这样认为的吧？告诉我不需要任何变化就是美的。我们后面挽回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主力真踢了四个，你踢八个好吧，杨翔。你踢八个好吗？杨翔，到最后刘老师想，你要不然把那个。三十个全踢了，八个就够了，杨翔。1 2 3 4 5 6 7 8 2 2 3 4，完了，我来，这个完了，终于交给我了。还第三个，还有5个、6个，还有11个就够了。下一个人得踢二十个了，越来越多了。我踢完了呀，哪个踢二十个啊？那个记忆不很低吗？我踢了仨，我可踢了仨个呢。危险！二十一个，你踢二十一个就可以了。踢二十一个，亚轩可以的，我们就是相信亚轩决定。加油，亚轩！等一下，我拍。
不不，踢到人了，踢到人了，不算。十一个，要减四个，现在还剩十七个，十七个哈。五六。哇！哦。哎，什么烤鸭油？还有多少个？高光时刻，属于我的高光时刻。二三四五六七。七个，他刚刚差点踢到我了，我觉得不算吧。对，他这个抛了一下，抛了一下。这样，他能连续踢十个，就算我们的烤羊腿。对，我觉得可以。好，他答应了，连踢十个。兄弟们，再两个，加油！我们接着，你可以。我要是用这样，我们围一圈，我们围一圈。来来来，大爷，我手给你拍着。今天这个剑色，要是能掉下来，围一圈吗？啊，不是，哼，什么叫顶级扑救？来来来。不错，挺好的。对呀。对。你不想要？烤羊排，烤羊腿。太冷了，快吃后面。羊排快吃。饮料。缺鱼，没有鱼。乳制。缺少年缺钙。缺步高升。缺牛奶。缺牛奶，牛奶。红色、紫色、白色、白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白色。金哥不吃蔬菜，你知道吗？金哥来吃菜吧。我请大家吃。这是啥呀？油麦菜。啊，不是不是，莴笋尖吗？莴笋尖尖儿。所以这不是油麦菜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蘸这个蘸这个回锅肉的酱。莴笋尖，这不是锅包肉吗？啊，好，锅包肉。一碗。吃两碗能给奖励吗？有卡吗？有卡，我能一直吃啊！今天大家还撑死了。开始要开始，这里是孙子生活第一天了。这个孙子，然后是有很多可以逛的。我想跟大爷打乒乓球。我也想。就有乒乓球吗？可以找吗？好。嗯，放水，我想试试。我不要，我叫人打乒乓球啊，放水。那好危险，被捉了怎么办？我要去看孔雀啊，不是开玩笑的。等一下爱上你，然后给你开屏。我开玩笑的，长得这么帅，肯定给他看。
嗯，我要去泳池，我要去泳池，我泳池，我就去泳池。好难抉择，可以两个吗？有篮球吗？我要泳池、蹦床、乒乓球。我现在要干嘛？哎，我们烤鸡。烤鸡啊！在院里烤鸡。可以，我不要烤箱，要烤鸡，我要柴火。不够原始。我需要柴火，直接柴火烧鸡。小孩子不要玩火，会尿床上。然后我们今天是准备让你做一道菜，你叫欢迎，选到这组的人要去挖泥巴。我没有可以。哎，我喜欢挖泥巴耶，好喜欢挖泥巴呀。我妈看我玩泥巴会骂我的。我想直接吃烤好的鸡。我肯定能行，我一个人能叫十条。乒乓球的呢，把大爷叫过来，大爷是隐藏 boss。 赢一赢大爷家的烤肉酱。对哦，我跟大爷打赌，他输了他把食材给我，我输了我去他家蹭饭。那大爷还在吗？跟大爷在雨中决战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你们一定会在打乒乓球。我跟他永远在一起。You came out of nowhere, caught my eye by surprise, and I think that you've been having the same.走快点儿！我自己说的，张真源，把张真源给我。是第一道的，我来对抗，一人一抽一个。张真源，你这个行，我也行。头好痒啊！我帮你看看。哎呀！我就是要喝酒营销。哎，你就是要喝什么？也来个喝酒。1400，没有，我是五张了。我是六张。你是六张吗？我现在六张张真源。我也是六张贺峻霖，不是要集七张吗？对呀、啊，就差一张了呀。开始选择你们今天的任务，你们面前的这三份呢是地图，然后决定你们今天的任务的走向是什么。抽左边这一张吧，就这一张。抽右边这张，那你要跟我一起吗？那必须的呀，我今天就跟定你了。对对对，然后你再抽一张。我抽一张，这就是传说。哦，这是一个路线啊，地图，然后到这儿。选任务的机会。这个好像板栗。这不是吧，这就是板栗啊。是吗？这一看就是板栗啊。可能是去抓松鼠。这个呢可能是松鼠不是吃松果的吗？是什么呀？为什么有个小鸡？这是小鸡吗？这是朱雀。吃红朱雀会飞过深深大沟里，也不忘了打歌。为什么还要去银行啊？去银行看帮我们钱提出来吗？我拿银行吧你。我只有两块钱。为什么银行都在这里，但是沿路的东西却不一样？我怎么知道？那这个就是，这肯定应该是钓鱼吗？我不知道，吃烤鱼吧应该。吃这个。那我吃这个。现在那个面前的三张卡片，你觉得会是什么？这一看，这特色。这两张长得差不多，但我觉得肯定还是有不一样的意义的。这个有个心儿吧，我可以看一眼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摘松果吗？既然看了，那我可能就不能选这张，对不起大家。那我就随便在这两张挑一张吧。那我还是选这张。另一半另一半对，他是
一张地图，而且必须是两张路线同一张图才能拼到一起。我等会儿要找一下自己的同伴了。而且有，既然会有人来找我，就看是谁了。你这个人，你觉得这个是什么？哼，光看这个，这个一定不会是钓鱼吧？我想钓鱼。现在你那张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你可以找到另谁拿到另外一半，然后跟他完美的契合的连在一起就好。好的，好，谢谢你。嗯，谢谢。那你最后一张任务，你觉得这是什么？采蜜。这看着像蜂窝啊，那就是摘个蜂窝下来呗。看一下今天我是怎么给大家摘一个马蜂窝下来，给大家兑蜂蜜水。你手里的呢其实是地图，你需要找到另外的伙伴，跟他拼成一整张之后，你就可以即刻出发。你选的这组是有两个伙伴一起。啊。对，你可以找到他们拼好之后，你们三个就可以结队出发。我是第一个，我找到他。先确认一下啊，这是六张张震员。嗯，一会儿要是突然没了就被没了，就要来找你们要的啊，六张啊，清清楚楚啊，有相机为证啊。六张贺峻霖，一张严浩翔，两张刘浩玩，啊，两张宋亚轩，然后一张马嘉祺，要是丢了我就找你们。都放这儿，都放这儿。领了什么卡？钓鱼。你这可以吗？我可以站上去吗？穿鞋呀、啊！你不穿鞋，到底去穿鞋吗？进来了。我去啊！炮兵怕吧，标兵碰，标兵怕碰，炮兵炮，炮兵攻打八面坡，炮兵排排炮弹齐发射。你去钓鱼啊？太爽了吧！还捉鸡啊？完了，去捉鸡。你的。Oh, thank you。拜拜。你已经走了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要去找简历。你的是什么呀？钓鱼。但我不知道是谁，我就等有缘的人，就等有缘人来找我吧。没有，但我已经知道是谁了。对，我这是三人组嘛，捉鸡的是两个人，耀文和亚轩，然后马哥是钓鱼，张震源是钓鱼，还有丁哥和赫尔就跟我一组里面嘛。那我现在找不到他们俩，等一下。